走了走了。哎，走不了，我靠！没有赶上，靠腰啊，他把我强行压着，跟真的是他把我强行压着，真的他不让我躲那个雕像，他直接压过来。他没有封装了，赌一把，我只能唯独赌他没有封装了。笑的一撇，是吧？这样子的玩法至少要两颗磁铁啊，因为是对到那个雕刻家，或者是房房这种会那种丢那个的，因为你要先加一颗在那个楼梯那边，先把它用，你才有办法有那个距离可以去。哦呦！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完了！哎，你把我推去哪里啊，喂，大哥？什么？很尴尬哎，你才他妈刚走，干！刚好船这边是怎样？靠北，干七八毛，干你薄哦！哎，你这个磁铁真的是，不，你这个石像真的是要命哎！各种把人推回来，真的是，干要命的雕刻家，真的。
推，不推。哎。What the fuck？ 他不敢，他怕要被我推下去。去！哎呀，走不了哦，这个真的。哦！啊！打到了。哎呦，真尴尬。我要干那一把输了，红点那一把。OK。